另一个接棒是张政委兄弟先。哦，那他们要喊的。我们就分红白。他们要讲的东西。红白吧。红白。啊，他们有要念的东西吗？要，就是跟小朋友喊一样的。哇，好穷的，对。对，你们就注意是张永焕讲的。好，我来对耶。太好了。兄弟像是张政委、唐志尧、詹志尧、郑达宏。张思雅是哪个？另外一个是兴农牛队。